狗狗不可以吃樱桃，因为樱桃里边含有十二水和樱桃酸，这种物质能够破坏狗狗的肠道上皮细胞，容易导致狗狗出现呕吐、腹泻的症状，甚至有可能会导致狗狗死亡。虽然樱桃看起来美味，但有可能卡在狗的喉咙里，容易引起狗出现窒息等危险状况。建议狗狗平时吃狗粮即可，偶尔喂一些煮熟的肉和青菜，增加下狗狗的营养。人吃的一些东西尽量不要给狗狗吃，因为现在食品厂生产的食物绝大多数添加了防腐剂、调味剂，对狗狗的身体有害。